我觉得他这一辈子也就做了这一件事情，所以我觉得一个执着，然后有自己的一个信念在的。急急老化跟健康老化，在我们旅里社区基本上都已经有雏形出来了。比如说旅里社区，目前有两个非常积极的一个助老志愿者队伍，都是我们的老年人为主的。